而这个日子不远了，陈胜陈贤日子啊，这个选拔赛啊不远了。那到底哪一天是这个放榜的日子？天地讲，他讲的算，是不是？但我只能跟你讲，不远了。所以以前说啊，什么新世纪啊，新纪元呢？啊，我们今生可能会遇到。2019的今天呢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活了几十年，你有没有看过这几十年当中有像这几年这么乱的？没有。像这几年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呢？是不是？时间到了，你我都是见证者。时间到了，所以这会儿我们还有机会在空中啊，什么网路公修，赶快修吧。再不修没机会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要不要急着看你了，是不是？ 2020 真的就过了之后，那我跟你讲，那看风怎么吹了。从此就为界定是吧，新纪元新修班正式开始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还要死一批人清场。2020如果大家都没过，你我就同归于尽了。那也就是有一些人就留着吧，当为未来好的种子，是不是？2010开始我在讲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天方有夜谭，甚至于我现在在讲的时候还有人在觉得我在危言耸听。今天刚好不知道是风怎么吹的，刚好有这灵感告诉你，这个选拔日子快要到了，不是未来，就可能随时是当下，要弄清楚搞明白了。所以到时候要不要搞随便。好，我们事实入戏嘛，是吧？现在还什么搞什么什么，一年搞个一次两次活动，什么 XYZ 的。希望年年如此啊，越做我们越有希望啊。但是大环境会不会允许我们做，不知道啊。我所谓大环境就会影响你我他，也影响全世界。我只是很轻松的话语带过来给你听到而已。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是全世界大家绑在一起，是不是能够然度过就看你我，就这样。所以每个礼拜我在喊，我喊什么？我没跟你讲清楚，说明白而已。只是你不知啊，可爱的你还想着可爱的这个思维，只是我比较知道后面的残酷，又不忍心全然告诉你，所以只能告诉你。那也许你这一刻你还没有感受到，你觉得我还在XYZ 狂魔横飞的，我只是希望你真的听稍微有点懂了，而不敢期盼你听得完全懂，稍微有点懂，赶快啊入法自修吧，就这样，赶快接引众生吧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超级生命密码两个密码，爱与感恩，大家都熟知啊，耳熟能详，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去落实？有的举手。都有啊。好，既然都有，就把它做到发光发热吧，是不是？以你的发光发热，把这个世界提升的啊，这个火候因你我而把它提升起来，全世界才会因你我而带动，然后最后是吧？全世界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一你我大家又获得重生，哎呀，真是人间一大美事，对不对？那能不能做到不知道，希望你我共同努力，是吧？哎，每次讲都是讲这些，是不是？但你要做要做要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种回答还好，
好不好？好。吓到隔壁，隔壁同那个邻居说什么事？我们大家一起说，要给他好好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好好的把地球保持住。这个简单的诉求，影响你我他，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，也影响很多即将要成为历史。好、哦，对，你我是不是历史的改写者？就看你我。